其实太多讲题了，因为现在一个礼拜直播一次啊，哦，变成很多讲题，来不及讲。像沙巴也有值得讲的，士林补选，这个星期六又要投票了，肯定也值得讲哦。我现在讲一下士林补选，我认为马派的票数应该是3000到5000票啦，可以拿到哦。看投票率，3000到5000票，不可能。其实我很早就说过了，因为他是用独立人士竞选。我一开始关于士林补选，我的分析都一直成真啊。一开始公正党说要竞选，我马上就说我看死公正党，抹混大神罢了，他们一定是跟珍妮补选一样，不敢上阵。珍妮补选是自己的区，他们都随便找一个烂借口来不上阵。现在不是他们的区，他们讲他们要上阵，人才刚死就马上讲要上阵，可以当真吗？我说不能，我看死他们无胆。我还记得我说无胆匪类，肯定不敢上。后来真的没有上哦，还很多 baton 在7月被问到，安华被问到你们上不上士林补选？当时马苏基马哈迪他们也说公正党已经不上了，他们不上，所以我们一定会上。安华还说：“谁讲我们不上？我们还没有开会，我们没有决定，我们可能要上的。”还讲到很大声，7月的时候，哦，7月中的时候还这样子讲，结果还是让路，哦，给我讲中。然后第二点给我讲中的就是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新生活报的直播，我跟龙哥、龙耀福，著名 DJ 跟著名时事评论员龙哥一起直播，龙哥就说他希望。由马派的人上阵，然后用西蒙的标志来竞选，我就说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。我认可龙哥所说的，这是最好的方案，也是现阶段最好的方式，但是绝对不会发生这个我们认为最好的情况。哦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夹头，因为小气。哦，谁夹头谁小气，大家心里有数，所以这样子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。所以我们看到。即便现在是马派上阵，公正党这边也是没有倾全力去助选，安华去都没有去到过哦，万纳吉扎也没有去过哦，他们最高阶的领袖就是去到的是塞夫丁纳苏丁哦，就是他们的总秘书。有人说总秘书是一线的领袖，please 啦，总秘书是委任的哦。委任可以叫一线领袖，那总裁镇也是一线领袖了咯。那个李建聪只是一个州议员。他也是一线领袖的咯，所以一线领袖是要有影响力，要受过党选洗礼的人啊。不过这些夹头的人，你要认为谁是一线领袖？I don't care 哦。你要说李建聪，你要说郑立康，你要说塞夫丁是一线领袖都没关系。但是公正党有没有权利去帮？包括西蒙啊，这老实说，整个西蒙都很被动。当然也是因为这个选区没有胜算的关系了哦，但是没有胜算是一回事，你们有没有努力去拉票又是另一回事啊，真的都做得很差了哦。老实讲，其实我收到很多消息，诚信党很努力哦，这个也是我们最心痛的地方。诚信党是西盟里面最小的党，也是西盟里面最岌岌可危的党，可是最努力一直在做事情的，反而是诚信党。所以啊，诚信党是一个我绝对会支持的。当然，我之前也为他筹过款。如果他们下次要筹款，我当然不会加入了，我不参政，但是需要帮忙，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帮诚信党。哦，当然，也希望诚信党可以发挥他们多一点的影响力啦，哦，去迫使整个马来西亚的政治转型。哦，所以第二点也被我说中了，就是。不可能用西蒙的标志来竞选的，西蒙也不会，即便真的让出去，也不会真心全意助选。这个也是我一早就已经说过的，所以两点都已经成真了。然后第三点，Nizar 就是诚信党的前霹雳州大臣 Nizar 他说，如果我们赢下这个选区，霹雳州又要变天了，因为霹雳是很接近的席位嘛，是因为有2、3只青蛙跳过去，包括诚信党一位、行动党一位、公正党。几位跳过去之后才变天的，Nizar 就说这个州选区如果在野党赢下来，很可能又会变天的。当然，如果赢下来了，可是这个如果是很难会发生的。我相信诚信党，本庄就是这个独立人士，他拿不到太多票了，应该 maximum 是5000了，我认为3000左右，看投票率了，可能60-70%的投票率吧。70%左右的投票率哦，所以不会有胜算，这个也是我一早就说的。当然，我希望
马派可以尽量的拿多一点选票啦。如果得票比率比上一届高，上一届拿了6000多票啊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得票比率比上一届好的话，那他们就可以大胜了。我用数的标志，不用党的标志，我都可以比上一届大选好，所以可以打脸这些一直说马来人大团结拿到选票的人。哦，希望这样子的情况会发生，虽然不乐观了，但是我们 expected the worst, hope for the best。哦，希望最好的情况会发生。好，扯远了，讲了一下士林补选，现在回到我们的。我希望洪律师说不中，我自己也希望我说不中啦，哦，但很可悲，每次我不愿意中的，其实我说的都中，但是我不希望他中的他都中，我希望他中的他又我希望我自己不会中的他又不他还是中，所以人生最悲哀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哦，这也是我扁啦，我们一介平民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也不要妄自尊大，我只是一介平民做不了什么巨大的影响力，我们只是略尽勉力可以对得起自己，没有在时代整个社会需要你的时候大是大非之前你保持沉默，保持可悲可笑的假中立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进我打开了吗，我看一下，有很多讲题要讲啦，所以其他的来不及讲，老实说刚才说了一下士林的，包括林冠英的也可以讲，哦，但是没时间，我不知道星期五新生活报直播龙哥会回归啊，什么讲题我还不知道，因为是主编定的，希望不要有重叠，那样子我大家听了也不会显，哦，好，我们已经把标题拉出来了，现在